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华，来又要追踪我这个不停歧视的那个近况啊。我那天，诶，我昨天啊，不是那天，昨天是参加那个头目狩猎，但我不知道我今天到底什么，哇，杀了4000多个、哦，可是我忘记了一样东西哦，头目狩猎，哎呀，应该已经结束了哦，他直接会送我回去哦。所以我这里打的那些钱全部都应该没有了吧？对哦，真的没有了，哈哈！因为我忘记把他带回去那个冒险模式那边去哦。哎呀，这样也没有关系啊。但我看到我好像拿了蛮多东西的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把他带到冒险那边去打开来哦。如果不能的话，那东西也是没有了哦。所以没关系啊，我们就等他移动到冒险，然后再看怎么样。哎，有哎，东西还有在哦。所以啊，太好了，东西还有在的话就开来看一下吧。什么？哦，这个没有用啦，这个是叫我看了，然后又要拿钱。这个是什么？十五 M 金币哦。因为我有打到了吗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。哇，这边的关是超简单的啦，简直是闭个眼睛就可以过了的哦。看。随随便便就五连杀了哦，我只要乱乱跳啊，乱乱斩一下就是五连杀哦。然后这边找我的这个所谓复制人出来是有点浪费的、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是喜欢他那个跳跃技能哦。等你们看跳跃技能很容易连哦。你看一下只是三个哦，跳跃技能是哇，讲啊，对我来说是最好的，我最爱的哦，跳跃技能。我今天上线的话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也必须要做啦，就是我要重置哦，我就要让它从第一关开始哦，因为我本身已经有460哦，你看我的那个代币，然后我看一下我总数拿到了多少啊，等一下啊，能冒险，我这边有多少哦，才6颗啊，这样也没有关系啦，我就回哇也不够耶。但没有关系吧，因为我要回去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我要拿那个狂暴药水，我让你们看一下狂暴药水的那个威力。所以我这边就打就快点吧，我直接一路打到20层去，很快啦。看他这里的网眼是很不堪一击哦，就直接就可能是一个技能就可以把他给秒掉了哦，这里的网啊，因为毕竟。因为我已经重置了，我是重置过的，因为你看才第十二楼而已哦。等一下，哇，这样就可以打到4个，我根本还没有看到什么状况哎。OK， 就继续。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还哎，复制的也招出来吧，打快点。剩5个喽，好快。OK， 搞定，就12喽。13不是12哦，我怎么还慢了一楼啊 ？OK， 3个就是这样了，超快的哦。然后的话，这里就复制人出来，因为最主要现在是要快哦。OK， 搞定，跳去喽，14了，这里有头目，所以。这里就快点了 ，OK， 5个哇 ，good 了，你看，哈哈，复制人出来吧，一起斩，复制人跟我一起的话，一人一刀就秒掉了哦，而且我这边还有我还有100多千没有加哎，我去加掉他先，应该加到一个45吧，45这样应该够吧，然后其哎这个还没有鉴定哦，先鉴定看一下哦，看一下属性好不好，28。哎，是18%伤害比较好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伤害哦。这个的话，哇，这个怎么差这么多啊？怪不得，我就直接给他到40、45吧，也一样哦，45哦。这个也是啊，都50去吧。哇，这么好按吗？哦，还有哎，还有哎，这样就不要理他了。你看这个什么？哦，这个是狗的哦，就是我这只狗哦。所以再收多一次的话，我就可以给他升星哦。所以是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按那个自动？哎呀，笨笨的，害我浪费了那么多时间。这边 ，OK 啦，没有看啊，看，我就这样跳过去也有、哦，我就这样跳过去也要、哦、干掉了、哦。等一下，银色宝箱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先。
又是这个斗篷啊，这样没有关系，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有什么。三个头目哦，哦，又多一个那个什么咯。所以这里的话就死命打，复制人出来。因为哎呀，你看已经15咯，所以还有5个，随便跳一下吧，跳一下都会有5个吧，随便打哦，就这样打一下，哦，也可以过就过了啊，哦，我要按这个，我必须按下这个啊，自动召唤的原理就是，当你打到 boss 的话啦，它就是讲那层有 boss 的话，你没有按自动召唤的话，它是笨笨的哦，它不会往下一楼去了的哦，它就只会待在那边一直打，但你按了自动召唤的话，它还会一路下出去，就是讲遇到王它照打就对了。还有4个漂亮，你看又上去了，已经是 OK， 这是17了，就这样打了。哎呀，还乱乱跳哎，真的是。可以继续，还10个，所以这边是应该是 OK。哎，有东西拿了吗？这个啊，这个又是骗人的啦，又要叫我不能干嘛？哎呦啊，有哎，直接拿钱哦 ，OK， 谢谢了，然后复制人出来，搞定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充值的关系哦，因为我之前是充值的话，我一直加我这里的，等一下我给你们看，我就是一直加我这边的那个看吗？就是这边的这些，这个算是那个属性吧？你看我的盔甲已经315%了，我伤害是238%了。就是说你一直充值的话啦，你这边呢就可以拿到，你看啊，你的奖励存放处这边，这个就可以拿出来哦。如果你没有存值的话，这边累积到1000的话也不关你的事哦，因为你都是拿不到的哦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打上去，打到40、50楼，然后我这边累积了一定的数，我就充值下来，一直这样，然后就变到我这里的，你看，全部都已经有加了哦。你看315、235、375、300，这些都对你有帮助了哦。这些是就是完完全全就等于加给你了，过后就是一直跟随着你了就对了哦，就绑着你了就对了。等一下我看什么银色宝箱的话没有什么好东西的吧，都是一星。可是由于现在我自己也是一星，那一星武器的关系，我还是得看一下哦。49%致命一击哦，这个是几率哦，然后这个是伤害哦，所以我还是觉得，哎呀，算了吧。我还是用这个好，所以这把就抱歉哦，把你给卖了。然后等一下我防具方面的话，哎呀，这个忘记卖了哈，拜拜。这个的话，哎，先鉴定先哦，鉴定14%攻速哦，14%攻速的话，这个呢9%闪躲，我觉得都没关系的吧，这个卖掉吧，反正等一下我到了第二十过后我就得充值了，所以没有关系吧。重点是。反正都没有关系了的话，我就直接待过就好了。我干脆该年那个鉴定也不需要吧，所以这里就打，还剩5个哦，所以我应该跳一下就没问题了。OK， 漂亮，果然跳一下就没问题了，只要把它干掉过后就行哦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哎，你不要乱！哎，我好像没有靠近到它哦，我没有记错的话啊，你看吗？当你到了20楼的话，就给你一个狂暴药水哦。所以，哈哈，我觉得我这边就直接开就好咯。哎，我刚才应该试试看不要开哦，我先充值了过后看可不能开哦。哎呀，我忘记了，怎么笨笨啊？所以这边的话，我就给他充值去咯。然后我就开一罐狂暴药水，让你们看一下狂暴药水的威力哦。狂暴药水真的好牛哎，狂暴药水，而且狂暴药水的时间啊，你还能就是增加他的时间哦，你能用代币来增加他的时间哦，比如加他一个18%的时间，但我相信他之后会陆陆续续还会再有啦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哦。现在先回去先从第一楼打起吧，应该是这么说，第一楼打起。哇，也很久哦，你看来了哦，就是这个24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哦，他藏在那个地方了哦，然后还会给你一个狂暴药水。就是这样，你看499哦，所以这里的话也不用急，就按狂暴药水先哦。我们先让你的装备先升级一下先哦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你按下去狂暴药水，你的攻太少的话也是有点浪费哦。
所以就让就多一下子多一阵子哦，差不多有一个十了过后你就可以开始咯。基本上防卫是不需要了，防卫绝对不需要，防卫绝对不需要，因为你加入狂暴的时候你下下都是秒杀哦，所以对你来说的话防卫真的是多余的，你重点只是要快哦。 OK， 他第二哦，第二层了哦，然后我应该够了，应该可以到十了。诶，不够诶，到六而已啊，怎么这么慢啊这轮。你看这里都是秒杀的哦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多看，只要我又按下技能就是秒杀了哦，都不需要吧。我的宠物，你看我的宠物还没有出招哦，宠物出招就够了哦，所以直接就是这样啊、哦、哇好烦哦那个OK， 等一下这里的话就哎哇我该加错掉，我不是加剑呢，哎呀真的是，我该加到什么东西去啊、哦、我该加到去那个斗篷哦，我该是加那个哦，不用看啦，都是秒杀你的啦。好，这里因为我的装备有十级咯，所以现在哎看可不能换哦，如果有的话会更好哦，效果更好哦。没有用啦，这是斗篷，所以算了，我们去使用狂暴药水哦。你们看哦，狂暴药水的威力就是这样哦，看啦，这是它狂暴药水的威力哦，你看，超快的，你看，那复制的也给它招出来吧，它打更快哦，漂亮，你看，它就是这样哦。然后你这个基本上你有的话，你连过关都好快哎，哇，那个是十二块腹肌，好烦哎。那个是我玩部落冲突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号的部落来的，他很烦哦。OK， 召唤出来就是这样啦。然后 OK， 跳一下就够了，再跳多一次。哎呀，竟然 miss 掉哦，没有打到哦，搞定。哇！我这是王吗 ？OK， 搞定。OK， 哎呀，我竟然没有按到技能哦！我时间没有到哦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没有按到，是时间没到哦。OK， 然后 OK， 这里的话开始稍微再加一点攻击力哦，因为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慢下来了，因为你就是要让它快哦，这个地方。OK， 好了，就是这样啊，漂亮啊，四个敌人啊，四个啊，但是最高我有到七个啦，曾经有到过七个，但是很难的几率啊，因为你必须要遇到七个在同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刚好你的技能能秒杀哦，这是不简单哦，所以这边跳哦，可以杀多少就杀多少吧，时间要到了哦。OK， 刚刚好哦，遇到 boss 哦，就把它干掉就行了。搞定，哈、啊！它狂暴药水的威力超强的吧？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到了二十楼的话，或二十楼以上的话，你觉得你打不上去的话，你或许你可以往下来玩哦。因为你看，你往下来了过后，你不只可以拿到代币哦，你重复的一直不断的在打王的话，你的代币数量会一直在增，然后也可以把你就是所谓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属性给加强哦。因为那个加强过我是有说过、哦、它是跟定你的哦，就是说你无论到了第几楼哦，你下回来一楼的话，你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八仙还有存在的哦，就所谓你的那些战力已经加了的战力都还会一直存在。所以这轮的话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哦，这轮我的不停战士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哦，大家拜拜。